老铁们，我又穿俩衬衫，看这回是红配蓝，红配蓝讨人嫌，来喷喷这些车啊！停车场这些车，我喷一喷。哎呀，小车了，挨个喷。看我们家在河边风景不错啊，马自达 C4 啊。哎呀，这车一般吧，马自达都要退出中国市场了。啥也不是，十多万买它脑有病，这绿车这不用说了，这红旗这啥呀，哎这个，哎这行这行啊，这个是吉利星越 L 的雷神版，雷神嗨什么玩意儿，是不是这个不错啊，续航1000多公里，这也挺不错的。这尼桑哎啥玩意儿，这都落后这个时代了，大破玩意儿。他哎这红色的他俩一样的嘛，这也是落后这个时代的破车。这啥破车呀、啊、现在还买这个车的人，这脑瓜都不让驴踢了。哎呦这有人啊。哎干啥呢啊，拍视频。拍视频你这说人干啥呀，什么情况，这你这破车都落后这时代了。也不是说新买的车，买好几年了。啊你这是干啥呢，录视频。就是你们这些合资车主崇洋媚外，我录一下让你们买国产车。哦现在国产车真的很好。是吗，嗯，都有啥呀，这我这开挺好的，其实就省油。你这几年了，六年了，那还行哈。嗯，当年那个还行，日系，现在不行了。什么？那现在国产车啥呀？你看那个，你看那个，来，你看那个啊，这个十多万块钱比40-50万的 BBA 都好。这啥车呀？我都没见过。这个吉利星越 L 混动版，续航1000多公里。没见过这车，10块8块电动跑100多公里，是挺大的、啊，动力老强大了。零百加能跑那么远、啊？零百加速，这应该是比这个奔驰 GLC、宝马 X3 都大，比 QL 都大，知道不？这不到20万，绝对比40万的 BBA 强，看到没？你看里面内饰是不是挺好？哎呦，它这大屏老长的、啊。对，不用连手机，所有软件随便下，随便那个都免费的流量。哎呦，你看那轮毂，看到没？现在国产车好了。哎呦我天，大哥你给我推荐推荐呗，这挺好的，挺好，国产车这就不错，就不错，嗯，这是专业的呀，但是比亚迪更好，知道吗？比亚迪更专业，比亚迪混动更专业。你有比亚迪啊？嗯，我当然有比亚迪，我老多粉丝了。哎呦，嗯，以后记住买国产啊。行行行，支持国产。好，你忙了吧，大哥，支持国产。好的好的好的，拜拜啊，拜拜，哎哎。这没看着车主都搁车上呢，以后不能瞎喷了。